接着下来呢，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了啊，这位已经被提过好几次的 VVIP partner， 他就是 Joey Liu。 那么为什么他会一直被提到呢？他是不是在这个组织里面呢、啊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是比较备受尊敬的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们有请他出来，好不好？有请 Joey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是我真的可以说久仰大名。谢谢。刚刚我们的几位的这个 VVIP partner 都有提到你，对吧？因为他们跟你的关系是他们呢其实都是我的好朋友，然后也是很开心呢，就是我们都没有时常的在联络，可是很开心的是，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公司的模式，然后也相信我进入了这一个 Stacy 平台。好，跟大家说一说哈，你是怎么样认识 Stacy 的？因为我记得你是很早很早以前，比他们应该更早认识啊。是的，我很早呢就已经有就是知道这个平台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很开心是我们的创办人钟小玉给予我这个这么好的机会，然后也开启了我这个创业之路。OK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我很开心呢，就是可以因为这个 Stacy 从 baby 的时候备胎还没有到现在新品发布上市，然后很开心的是，也是因为我这么坚持下去，然后会做到这个198可以换到六位数的收入。是的。所以其实它还没有正式成型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相信 Stacy 的这个模式了。是的，因为什么我相信这个模式呢？因为第一，它可以造就了很多人的这一个198，然后就可以创业，然后可以赚起很多钱，然后还有就是钱之外呢，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，它不单只是可以让就是男女老少，然后他们都可以就是赚到很多的机会，然后也可以慢慢的提升自己的知识。很多人在说了哈，57 team 的老大来了，对，老大在现场哈。我觉得刚刚他说的很对啊，就是一盒198就其实可以开启了创业之路。是的，而且你觉得它适合任何人？对。因为呢，它怎么说呢？这个排毒产品其实就是男女老少都需要。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第一，它不单只是可以让男女老少可以有这一个事业之外呢，而且它还可以就是帮助很多很多的人，就是有提高自己的免疫力，而且我们还能在这个平台之上呢，认识到很多不同的朋友。明白。是。那恭喜 Joey 呢，要成为了我们的 VVIP partner， 也要恭喜你，你是第一位拿到我们公司 pool bonus 的哦。恭喜老大，恭喜老大，来赶快恭喜一下。谢谢。感想如何？感想如何？首先呢，我就是要谢谢的，就是我三位伙伴。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我的月儿，虽然我们很少见面，然后还有就是也是很开心，他相信了我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我要感谢的，就是刚刚我的 VIP Maris Wong， 然后还有第三呢，就是还有其中一个我们的男生 VIP Rex， 然后他呢就是选择相信我，也选择了这个公司。然后也选择了这个模式，所以就是很开心，然后有他们的存在，然后我希望呢，就是可以告诉各位每一个合伙人呢，就是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，就是说不要把目标放在最低，你们把目标放到 VVIP 一定可以得到的，而 Pool Bonus 呢也一定可以拿到，因为我们相信的是我们是第一批的合伙人。 是要跟大家说哈，他其实是我们的第一位，但是呢，接下来我们会造就更多更多拿到 Pool Bonus 的人。是的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小白，我是一个电商小白，所以我相信你们大家是小白的话都是可以的。OK，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诀窍哈？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好呢？OK， 诀窍的话呢，我觉得人不要停止在那边站着学习，因为只要你站在原地的话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路能走到多远。就是第一步就是198，就是198你自己可以尝试的话呢，那么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，因为第一你先品尝，那么第二呢就是你先开启这一个事业，因为你永远站在原地的话，你永远就不会有那一个机会，还有就是能知道你能走到多远。是、啊、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留言恭喜啦，像辉丽啦、辉毅啦，都说恭喜哈、啊，获得 VVIP Pool Bonus。那不用羡慕他，不用羡慕 Joey， 因为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，我觉得你们都有机会，对吧？只是说他是比大家更先看得到，然后呢更快拿到这个 Pool Bonus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借着 Joey 的故事呢，也能够激发很多人。当然也在这边呢鼓励57团队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加油，好，谢谢 Joey， 谢谢 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。